现在时间108年8月24号早上10:20，目前位于防潮门钓鱼平台。今麦环境因应白鹿台风，彰化县政府已经公布针对公告的管制区域，为了维护大家的生命，目前由上尉曾宏凯。然后，如果针对案件民众对于劝导发，然后会处以新台币50,000块以上25,000块以下的罚款。好，再请你配合。搜证人员为一兵左右。好，谢谢。目前结束劝理，结束搜证。我知啊，迄度即马白鹿台，从迄个白鹿风台入来啊吼，啊咱即马船啊入来啊吼，啊，等下恁啊要离开吼，啊恁船啊吼，爱甲绑好吼，啊安搭好，吼，加免讲咱风台入来，等下船啊叫流，吼，即危险性啊，咱后手爱搁吼较麻烦安尼啦吼，啊即麻烦恁拜下坐啊船啊，咱即绑好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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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